卡拉什尼科夫公司曝光其智能步枪系统，士兵只需要决定是否射伤目标。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公司总设计师谢尔盖乌尔茹姆采夫日前称，该公司已开始研制使用神经网络的新型射击系统，它将能够识别目标，瞄准并射击，士兵只需要做出是否杀伤的决定。此外，他还透露新型 RPL-20 轻机枪已开始进行测试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22日报道，乌尔茹姆采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，我们已研制出系统的独立元件。在谈及 AK-12 突击步枪时，乌尔茹姆采夫称，该枪在射击密集度上不逊于外国的现代化轻武器。